来宾，今仔日金华甲赵文的婚礼准备开始，咱欢迎新郎甲新娘上台。今天婚礼不受影响。你像妍希啊、王毅啊，今天主持这场婚礼，这对二姐来讲，比你上台去主持更有意义。过去捌受过伤的两个人，今嘛拢得到幸福，买单互相祝福。看起来天公伯啊，和大家拢是上好的安排。恰新郎的姐姐，也是新里长赫赫有名的沈芳姿沈董，来替咱讲几句话。来，多谢各位来参加建华甲嘉文的婚礼。虽然开始有淡薄慢，啊，不过最后也是圆满的。这就参照大家所讲的，幸福虽然会迟到，但是绝对不会缺席的。今仔日大家拢看到，嘉文是我事业上上好的助手，伊的反应能力拢是上好的。上重要是已经善良，伫个工课上甲我斗相共真济。啊，不过这毋是我要感谢伊的所在，我真正想感谢伊的，就是甲阮小弟改变真济。大家应该知影。建华算是半个兄弟啦，因为人情的关系，伊伫无法度就较洗手，是因为嘉文，伊才决心做改变的，嘛，互我完成遮侪年来的心愿。嘉文，我也感谢你，甲建华吼处理了好势好势。我嘛伫遮祝福恁两个人永远幸福，白头偕老。我要讲的话吼，差不多拢叫阮阿姊讲完啦。不过伫咧遮想要补充一点啊，我甲嘉文会当结婚哦，中间经历足侪代志，啊有欢喜的啊，啊有流目屎，嘛有流血、流汗的，都是遮个代志见证我甲嘉文的爱情。啊，过去的代志都好过去啊。未来，这是我甲嘉文爱做伙珍惜、做伙打拼。我即马伫个众人的面头前，我就做，我会永远爱我的嘉文女神，啊唔惊苦、唔惊忝，啊戆戆爱一世人，啊唔呐爱伊尔啦，我嘛伊爱伊所爱，爱伊爱啥吼，我嘛爱啥，啊我会坚持这个原则。让伊变作全世界上幸福的太太，大家讲好唔好啊？啊！将爱情宣言应该会用的吼。会用的。首先，我感谢各位来见证我甲嘉文的婚礼。我甲嘉文的感情一直受到考验，一直到今仔日，也阁有人想要考验我。啊，不过话讲倒转来，若无这个考验哦，嘉文可能看袂到我对伊的爱啊。所以我颠倒，爱感谢遐想要考验我的人。
一直到拄只，我甲嘉文，才总算是渡过所有难关。我伫遮保证，我会一世人保护嘉文，爱护嘉文，我会予伊幸福一世人。啊，即摆新郎吼，是毋是会当真新娘啊？谢谢。新郎甲新娘一杯，干杯！多谢多谢。针对我来，莫干那遐欺负查某人的囡仔。你真正是痴痴男子汉的。我今日到吴家文，看到目屎流。你到底要创啥？给林建华一个登场的机会啊！哎，你敢替吴家文死？我哪唔敢？真好。这个城内底有一个证据。对你的头开落，不行了！查甫囝，无啥物袂用的，尤其是为了家己心爱的查某。你先放人啊！若无我哪会知影？我开了，你是毋是违背你的约束？啊，我放人会用的啊！吴佳文，你当真乖。要毋过铁哥，我等你开枪了，我才会行你。佳文。我想要讲的代志已经伫婚礼上拢讲完了，
妈你照顾阿姊。明英，进。张总还是针对我来，这是我家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系，不应该让你来担。你那是要我命换铁哥的命，妈应该用我的命来换。吴小文，你别来乱他。张总好，这不是你讲了就遵守。既然你要用命赌命，那安尼我就用我的命来换我后生的命。志明，二姐，等我倒落去以后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把张正浩抓起来，把他抓去关，别再让他出来做歹代志啊！三。张正浩，你就好好地干嘛那边忏悔。嘉文，要死我死就好啊！你跟我抢遐钱要创啥？你来正讲，你来正讲啦！嘉文，你刚刚回来就完了。你还是把我拦掉掉啊！你不死哦？你真希望我死哦？没啦没啦，我知道我的嘉文女神绝对没死的啦。啊，不过拄只我有听到迄枪声，那是警察开的。我拄只咧冲321的时阵，有把志明打趴死。是伊犯到警察开枪，我知我若是倒落去，张正浩一定会分心，安尼唔妥当，甲铁哥救救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啊那安尼讲起来，你拢知影？我们本来唔知啦，要唔过看嘉文倒落去游泳池的时阵，阿母会捞出来啊，所以我们就知影。是啊，你看嘉文跌落水哦。把酒喝喝，你都已经靠到死去里底啊！嘉文，我拜托你以后千万唔通伤害阮小弟哦。我知啦。你这么好骗，是要哪敢做安尼去啊？我看你是乖乖收卡洗手，做我好老公。无问题啦。